哦，又是我素三福，我们这次要开的是中文版《803岩心战士》，日本科拉米官方授权繁体中文版，产地不变，依然是韩国，所以我不用太多看。对焦，对焦，对不到。哦，韩国哈。好啦，话不多说啦，希望可以开到一张半钻寄突。没有，喂，还蛮重的。我有，可是我让我收了过来。好啦，803我之前日版是没开过的。好，这个放这边，这个放这边。好，冷包来。装备给他是。想一下。古珠一直。好，我稍微拉一下。OK， 古珠一直扬言受冥符犬，没有好笑了。哎呀，第一张看到了，靠北 BF 黎明的东风，孔牙狼钻石狼，孔牙狼钻石狼，你倒是孔牙狼还是钻石狼呢？哇，金刚狼呢？好，第一张是孔牙狼，文章兽雄狮，雄狮文具，解放孤亭花。扬言兽施救，扬言兽各种扬言兽，上火的残渣，垃圾领主，蛮垃圾。哪一张？黄牙狼哦。是。不然呢？那张有颗哦。垃圾战士。女面施救，以前有这张吗？我怎么没看过、啊？灼炎魔神，这个是那个海外的 BF 白夜的古罗马短剑，傻小啦，古罗马短剑，哎干傻小，炎武天拳，哦，宋虎嘞，回炎星王宋虎，这样我记得蛮有价钱，还有蛮有价钱的，宋江，宋虎，他上面也宋虎，变宋虎，玄武绝对圣盾，浴火幽灵。大马四格刀，深渊鳞甲金海怪，杨永炎星元圣，我这没有了。有，我有事，不让你发。小鱼叉杀，水精灵深渊象鼻鱼。BF 吉野的大马四格刀好难念哦、喔。吉炎武星斗，傲炎星龙镜，双头杀。啊，魔导化是马特儿。哦，电光千鸟。哦，张普还这张还是颇帅。而且他日文名好像就写电光千鸟，我忘了。嗯，电光千鸟，这个现在开都不错哎，这几只王都不错。结束了，还没开到封面怪，封面怪就你知道不理。反正就不要开封面怪比较好。对，千万别开封面怪。垃圾食人魔好像很厉害，浴火幽灵，创造的魔导术，文章兽双头鹰。超亮鲫鱼，这看过了。东风，扬言光轮，我操！哇，半钻，半钻。可是这样好像没什么用。没什么用，然后在日本没什么用。对啊，出这张半钻，那就没有半钻的寄突了、啊。原是属敷衍的。没事，我都没事。特招是不是？鸡蛇。云龙，苍岩的修罗，哇 ，BF 可以打嘞！乌合的行径，
雄狮，乌合的行径，压青道合伙，深渊触手，哎，按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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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记错了吗？好吧，我是他是闪卡。好了，快一半快开完了。做错事，GG了。暗岩星雄志，女战斗骑士。哦哟，这不是那个吗？这张什么？苏卡？像是苏卡吧？对啊。岩心是张天。苏卡，那苏卡。哎呀，魔术师没啊？错哎，干干就没啊，要修。这很不错。加西郎都没啊。用岩心元圣，一手一堆岩心，紫龙，圣骑士真德。正好是苏卡，看一下效果好了。此卡攻击的场合，伤害步骤期间，此卡攻击下降300，傻小。此外，此卡因对手被破坏并送入墓地的场合，可以将手牌一张送入墓地并发动。选择我方墓地的至等级4或以下的战士组加入手牌，以延效果。哎呀，晋级的君主，君主。可是，哎，这是所以。以后叫做君主牌组啦，晋级的帝王，晋级的君主啊，好哦，好哦，以后应该会出中文版帝王吧？哎吧，我说错的是中文版的君主。一二三四，君主列炫太厉害啦！君主开言，那新的那张闪卡叫什么？真金主领域，文章说独角兽，司马兽，这好像我好像没看过、啊。哎呦，妖精闪卡、病符卡、林老师，哎，这张银符吗？还是只是符卡而已？银符啊，是银符吗？不要骗我，等一下开到一张就不是银符了。怒怒怒机器人，林符兽，马进。马进，我怎么记得好像原本是银字的，还是不是？是这样，还是苏卡？这张苏卡，干这苏卡不变符卡，好悲惨，好悲惨哦！我们那个中文版可以打岩心的，这张是刚跟前面那张一样是苏卡，哦，好屌！可是我这样开下来也只有各一张而已，嗯，不多了，也不多。那妖精，刚刚妖精三卡，原本那个是三卡的妖精，也只有一张，开了一张而已。对，应该是。孤主一指。我发动这张。今天都看差不多了。然后我把这张丢掉。魔导名士拉摩尔。加摩尔。最多一张，所以就选一张就好。然后魔师，哎，有一张。神秘妖精。哎呀，速攻魔法增值器，魔力增值器耶。神圣快射攻击下降300。我觉得开这个蛮还蛮不错。很雷的，好像都没开到。对，很雷的都没看到。然后想一下，可是没寄突啊。还没看到没有寄突啊。现在开那么多的闪卡，尽量好像只开到一张。真的有一张了。银质火焰鸡蛇。张天又一张送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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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久？我记得可以按暂停。啊，刚刚录到断掉了，就是从这边后面继续哦、喔。因为我的容量快没了，结果按暂停又不见了，呵呵呵呵呵。不止。好，继续看。哦，圣骑士王阿托利斯啊！就差那只圣骑士没出来啦，呵呵。张金亮哎，他才把南方的南方金亮的扣打已击掉了，书生徽章，好，
嗯，这盒蛮神的。干嘛想把羊烟瘦了？就这么多只啊？六只的。没剪好。今天还有一张那个是那个套牌的，不知道我们是里面没有。这张是额外包，额外包的。双头鲨。马特。哦，企图啊！企图啊！啊！天机银翅啊！还不错啊，银翅就应该蛮便宜的吧？多开几张中文版打。要报中文比赛。可以到，这不快比完了，不好意思。圣剑咖喱班，你为什么不叫做咖喱棒呢？圣剑咖喱班，咖喱班一人哥布林这样是银仆吗？银仆这么爽哦！山猴剑士银字娘，这么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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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惨了！雄志哦，什么东西？哦，银书卡，另外一张书卡，这他妈的什么书卡？超量书卡，这么多书卡。我觉得803蛮屌的，中文宝803蛮厉害的。不过我们就期待804。干，干脆以后也来包中文宝。哦。BF 铠甲之翼。铠甲之翼。有一张。哇！神盒，神盒！莫德雷德啊，日本版一张也屌。涨翻天啦，中文版再出还是涨翻天啦，送嘎哦，还不错，这一盒没开到封面怪就是赚，太神了太神了，呵呵，晋级的君主，我有一张，好爽，我再打那个好了，哦。这张其实还好，看好多哦，到底张是这样精量吗？到底张了？不算，那是银质吗？银质的这不算，11了，差不多了，11那应该没了，没了，11了，那我开完了，两张银质应该11差不多，我开完喽，两张银质11张，对，应该没了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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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云剑。超亮民族风，蛮厉害的名字。我张也只有一张开到一张哎。好了，中文版803开完喽，成绩非常不错哦。成绩我觉得超厉害，超强的。这个开到这个根本就是，开到这根本就是神。哇，还有这个，重点是G2跟这个了。应该我觉得那个什么。中文版大这个这一盒大热门大概就是两张啊，最要再加的话就孔亚朗，嗯，很不错，看他那边开怎么样，就看他那边看，他那边根本不会，两张那个给他，一张半，还有电光千鸟啊，电光千鸟，这个都是这时候这一盒都超有价钱的，你不觉得杨洋会有开到两张这个吗？有可能一张半砖，哦，而且那个什么，还是我是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怎样，我先那个，会录吧，等一下杨在看影片的时候，干，你们都在说我坏话，刚刚是志伟讲的，志伟讲的，是我讲的，他刚好密我了，然后，我外面看比较看得出来，还蛮漂亮的，技术超烂，这个音乐就不要了。好，那中文版803就开完喽。那基本上，好可怜，都是还不错啦，开的还不错，开的不错。半钻开这张感觉就还好。如果是其他半钻的话，那应该价钱应该蛮高的。像孔亚郎，
或是封面怪半砖，不要，我不要封面怪半砖，或是电光千鸟半砖应该蛮帅的。这样如果是半砖，那个应该也蛮厉害。加上封面冠军奖，加上那个 number 53。中文版这样有斜钻的吗？不是日文版这样有斜钻的吗？感觉好像有，我不知道，我也忘记了。啊，如果寄出半钻的话，看想爆了，大家都要寄出半钻。好啦，中文版803开完了，那等一下我要想办法把那个影片剪在一起干。好啦，两张影谱，我看一下杂耍哥布林是什么东西好了。杂耍艺人哥布林，每次我方结束阶段，双方互相确认我方牌组最下面的卡牌，将该卡牌放置于我方牌组最上方，或以里侧表示移除。永续欸，双方都可以把牌组最下面绿上来。250，企图要250。就250，太神啦！毕竟是中文版。空牙狼200块。哇，200块。送500。哇啊！有莫德雷德吗？半钻空牙狼400块。咻！送咖。靠！渣渣好酷。是吗？不是的，那浮雕走35块。哎，您可能是那个，这样大概是，这张比封面怪还烂。那个漆啊，才35块，浮雕的。什么漆？就漆啊，35块，我都有看到这张啊。你刚刚是看在笑哪一张？封面怪吗？我刚刚在笑这个，干的。那什么东西啊？封面怪啊。封面怪 啊。那没救了。哎，干，这是沾到水还是沾到什么？孙悟空魔力真武器亮面，10块。十块。十块。张明就在日本还蛮有价的。送虎半钻250。重点是27号那张是怎么样？没有看到啊，目前。你不会搜寻哦，笨呢。好啦，我影片先打住好了。好啦，大热门。阿托利斯20块。技能突破技能，我们看效果哈，看怎么洗。可选择对方场上一只怪效果怪兽并发动，哎，只能选效果怪兽哟。直至回合结束时，被选择的对手怪兽的效果无效。此外，透过将墓地的磁卡从游戏中移除，选择对方场上的一只效果怪兽，使该效果直至回合结束时无效。此效果不可于磁卡送入墓地的回合发动，仅可于我方回合发动。呵呵，帅。当初打这个叫收。电风扇呢？200块，不错啊，这个牌不错、啊。好啦，再来是 A。我先说，我要先说一下，再来就是要开 SD30 DDD， 可是因为礼拜六那一天我在高雄，打比赛，我们都在高雄，我们都在准备，我们都在打比赛结束而已，所以基本上那一天礼拜六不会开盒，会延期一点，大概礼拜天再开盒吧。开盒大概礼拜一才会把影片上传，所以请大家见谅喽。那如果在会场发现我的话。要先发现得掉我再说啦，呵呵呵呵呵。好啦，如果有遇到的话，我们就会场见喽，各位，拜拜。